Safari Airlines. 이상하게 가슴에서 무슨 소리가 들리나 싶. 那这一次呢，是我第一次来望远市场。望远市场也是很多韩国在地人会来的一个传统的市场。立刻就发现了一间很多韩国人正在排队的小店。这个很多人点，这个也很多人点，不知道是哪一个。很冷。我本来还期待里面包了一个什么很惊人的东西，但是是好吃的，很扎实。通常吃这个鱼板啊，你就自己拿一个杯子，拿一个杯子自己装汤，然后自己拿起来吃，最后再跟老板娘算钱就可以了。来韩国一定要买草莓，而且要在市场买，比较便宜。这是望远市场附近的一间包子店，这个蒸汽真的是太吸引人了。在这里开一个，因为它的泡菜不会太辣，就是很多泡菜吃的必须配水，但这个不用。而且它的馅料非常扎实，很夸张哎，很满，然后皮不会太厚。你看它这边是薄的，然后料这么多，这么多。哦，这是红豆，好烫，好吃。里面的馅料非常的多，然后不会太甜。除了望远市场里面啊，也可以到附近外面逛逛，因为也很多吃的跟很多小店可以逛，吃的价格都很便宜。市场里面的老板啊、老板娘都超客气的，都很有礼貌，所以逛起来呢是很开心的。那